你凭什么说我嫁不出去啊？我只是年龄大一点，但是我其他方面很优秀啊。哪里优秀？那我身高1.6米，我想找个1.75米的不过分吧？过分，你凭什么找那么高的？你就找个1.6米的？因为男的1.6米跟女的1.6米不是一样呀？不一样呀？怎么不一样？女的1.6米啊，身高中等，男的1.75米。尺子量出来，男的1.6米就是1.5米，女的1.6米就是1.7米，是吧？那女的1.6米，别人不会说矮了，男的1.6米那就很矮很矮了。随便说不说矮，我就觉得矮。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。还有什么吗？那我高中的话，我想找个本科，不过分吧？过分。怎么又过分了呢？好，还有什么要求？那我收入的话，年收入150,000，我想找个年收入300,000的，不过分吗？过分。那我是嫁人，找一个年收入比我要高一点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谁规定的？你觉得正常就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啊。因为男人只需要挣钱，女人确实有很多。谁跟你说男人只需要挣钱？那你们挑男的，你还不是要看长得帅不帅？是吧？你还是要看身体好不好？那你去找个70岁老头嘛，你找不到吗？那我35岁，我想找一个大上下大小5岁的，不过分吧？更过分了，你35了。对啊，我找一个上面到40，下面到30，我都可以接受，10岁以内。你可以接受，人家30的接受不了。那我可以其他方面降低一点啊？你哪方面降低啊？就譬如说他学历可以不要求啊？学历可以不要求？对啊。他是我本来要求本科嘛，那如果他年纪小一点的话，长得帅一点的话，个子高一点的话，那可以年收入低一点呀。你可不需要，我猜你会干到40岁。那40岁以后呢？40岁以后就习惯了。你这样子你怎么找？我问你啊。啊，你什么东西你都要要求人家都要条件比你好，凭什么吗？那没有哪个你觉得不过分，那人家男的觉得过分啊？啊，人家这么有钱，各方面条件都比你好，然后找你这么大把年纪的，那为什么不找个20岁的呢？有钱有条件有能力强的这种男的啊，他年纪太大他都可以找年轻的，他能选择的面特别多，他为什么要找你？年轻的那年轻的不找他呀，那我年轻的时候谁跟你说年轻的不找他？年轻的嫌他老呀。你是年轻的吗？那我经历过年轻呀，我知道呀。我们你经历过年轻，你也嫁不了啊。你那时候认识的老男人都是没钱的老男人。也有有钱的呀，他们有钱的会找你这种。我嫌他们老。有钱的也看不上你，我一起啊。你就听我的，农村里面光棍汉去选一个，赶紧嫁人吧。你说你妈这么天天催你，你也不容易。那我找那样子的，我不如不找了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呢？那你就不找吗？我找这种拖累我的，我是不是可以一个人生活，可以生活得更好？我为什么要找个人拖累我？动不动拖累你，你拖累你啥？你有啥？你的生活质量已经那已经是那种农村的光棍汉了。我找这种的话，你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是最低端了，已经没办法往下拖了。我们拖累你，我并不怎么觉得。还有年龄，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我有车 啊，住出租屋，我吃泡面。我有车，是吧？然后我的存款可以买得起房。我明白，现在我住的是出租屋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对象在哪里，以后在哪里定居，我随时都可以买房呀。还没出生，在哪里？我随时都可以买房，我也没有那么吃泡面那么惨，好吧？那你现在怎么想法了？我现在就是想我刚才说的那些要求那样子，找一个只要符合的话都可以。那你30岁到40岁，你觉得我怎么样呢？你不符合身高175啊？我不符合。对啊。那你来找我干嘛？你不是以前跟我说的时候，你说你1.8米吗？我以为你真的1.8米，谁知道你是跳起来1.8米呀？谁跟你说蹦起来1.8米？你蹦起来1.8米，人家1.8米都蹦起来2米。那你不管吗？那说明我弹跳好。不行，你第一点是高就不合，然后你这是一个大专学历，大专学历的话，我大专比你高中绰绰有余。一个男人大专的话，我觉得，而且现在也没有事业有成，多少智商有点问题。那你自己一个高中的，你嫌弃那个嫌弃那个的。那我上学的时候，因为家里穷啊，上不起啊，我就辍学了。我也是家里面上不起啊，也上不起。那你是没考上，你上得起，你是没考上。我你不懂，我也是上不起，家里面穷。哎，年收入多少吗？3500一个月啊，你自己算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还没有我多呢。那我也有你多，我想你更老的。你也很老呀，虽然我年纪大了，但追我的男的也很多呀。追你男的多，你为什么不嫁？我追你那些男的，一个都看不上，全是穷屌丝。我都说了呀，全是舔狗，
我都说了要符合我这个条件，最重要的是他还要疼我爱我对我好。如果我找一个男人过下半辈子他对我还不好，我为什么要找他？他不理解我，不知道疼我，我就下半辈子很苦的。确实不了，你看你看跟你哪个去庙里面吧，这是跟我许这些愿没用。我觉得我说的这些条件啊，除了大小五岁离在那个范围内，其他年龄范围，我跟你讲，除了大小五岁，其他的你是没有一点符合 的，不是，除了大小五岁其他没人能接受你这些要求。阿峰棍盘。